呗。想得美。还想成功啊？给，不要喝牛奶吗？我要喝那个。一样的。我就要喝那个。嘿嘿。就你还想套路我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没长眼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不是西蒙，你搁这干呢？这两天躺着腰疼，贴个膏药。啊？
呀？是一箱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？过了。干嘛？过了。你学咋过？不是有病吗？下来走两步吧，没事走两步。这是服了。你都一天在哪寻思呢？我都拿门都拿着我的高跟鞋呢。买的。就我要就我去买双高跟鞋。哎，这个慌慌，走吧。哎，都压坏了。压坏了怎么的？你去买双鞋不穿，你交给我，压坏了压坏呗。No, no, no, no. Hey, 老婆，送你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呀？哎，要拍开，一定要拍开。不会是这口红吧？你拍开，拍开有惊喜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这你别笑。哇，我错了。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没写我名字呀？故意要找我的吧？盒子里边有惊喜。什么也没有啊！叮叮叮！我去！你让我知道是谁啊？啊？
真是高手。